不好追，但我吃了不少软钉子。凭我就是要寡廉鲜耻的赖定他一辈子。烂死，烂总比笨好。不够善良大结局，减七分终于追到雷白卡，为爱甘愿当台佣。你没有去，你不是爱他吗？那到底是有什么好选择的啊？你那时候就应该紧紧地抱住他，给他勇气。你们男人就是他妈的不懂爱。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，已来大结局。当简千芬得知雷白卡乳癌后，终于忍不住爱意，抛家妻子跑去找他。何瑞佳跟我离婚了，出轨。我可以请你收留我一阵子吗？我这些年我一直在心里跟一个人说话，那个人其实是你。我爱你没有保留，所以你必须好好活着。最后，这让徐便不得不怀疑简七分之所以会辞职照顾婆婆，都是为了你是如蔡老师吗？被何瑞芝他妈嫌弃了12年，你觉得呢？好想吃麻辣火锅。你可以吃那么刺激的吗？彻底破产。会啊。你还想吃什么？水煮的。啊，卷清芬，下雨了。确定是乳癌的那一天，我有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。结果从医生嘴里听到答案的那一瞬间，整个人还是像被雷劈一样，我满脑子胡思乱想。后来我竟然在算我那个即将失去的乳房到底有几个人看过，原来只有12，真的好少。早知道当初应该更荒唐一点才划得来。后来我就开始传讯息给那12个人，你想念我的乳房吗？好漂亮吗？那你有传给？而且我们还见了面。不是走了吗？你就是想要亲眼看见我死，你才安心。对呀，像你死了之后，也可以继续快乐的过我的人生。